马来西亚慈济幼儿园举办了一个蔬果星球的活动，换言之，住在这个星球的人只能吃蔬果，不能吃荤的。小朋友入住里面，一起来担负不杀生的使命，也借此推动斋戒茹素。请问你有没有吃素吗？有。为什么你要去蔬果星球？因为我们要吃动物。过海关，穿上太空服，带着愉快的心情往蔬果星球出发。欢迎来到蔬果星球！一年一度的蔬果星球活动开跑了。今年同学们有人是访客，有人是主人，要学习如何准备素食餐点招待客人。大家一起来吃素，我们一起来吃素。还有行动剧，他们也参与其中当演员。菜菜没有通通吃肉，肉有通通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吃菜菜。为了打造蔬果星球工厂，槟城慈济幼儿园则是先展开招募人才的工作。我给你大把一点纸条，看你会不会用啊？请你在这边剪一条直线，这样子剪一半给我。同学们一一应征，找出适合自己的工作。有人负责设计，有人负责招待，还有人想要做厨师。哦，那有点点常常不能啊，要回去剪啊，叫妈妈剪啊。透过角色扮演，学会承担责任，也亲手操作，学到的会更多。大爱新闻陈慧杰、庄志文、尤庆贝，马来西亚报道。